这里是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大能耐》，我是朱迅，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不点登台亮相，跟大家分享他们精彩的才艺和故事，而且他们还会挑战非常帮帮团。赶快为您介绍今天非常帮帮团的各位成员。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了，黄鹤翔，欢迎鹤翔。我们最为尊敬的歌唱家杨洪基老师，最可亲的王杰石老师，我们的知心姐姐卢琴老师，谢谢谢谢各位对孩子们的陪伴。那还等什么呢？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一号小不点儿闪亮登场。就知道我是从哪来的。好的，就这么定了。我的家在东北。哎呀妈呀，我怎么坐不上呢？哎呀，你是来自东北的小兔子，今天是不是？对呀，嗯呐，我是东北沈阳兔。沈阳兔，沈阳兔，那我是北京妞，你是沈阳兔，太好了。你跟我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我就问问你有什么大能耐。大家好，我是小山族，今年我四岁了。四岁了呢？都这么大了，四岁了。四岁。你看，我原来三岁半。原来三岁半。太可爱了，你有什么大能耐你告诉我。我一说话，爸爸妈妈、姥爷姥姥、爷爷奶奶就乐，我算是给别人逗乐，算是大能耐吗？算是大能耐吗？最大的能耐是不是能让别人高兴，这不是最大的能耐吗？是不是？是啊。嗯，真的，我听说你有一个大能耐，就是给家里人起外号，是真的不？对呀，是真的起外号。是吗？对呀。你们家有什么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哎呦，最上面那是谁？最上面那个啊，那是我小妹儿。我的天哪，你还有个小妹儿呢？对，真的。你看，你看。这上面是你小妹儿，那这边呢？这边是我姥爷姥姥和我。姥爷姥姥，中间是你小妹儿。但是我爸就搁那儿陪我站着，那是前两天照的照。那你给我挨个介绍一下吧，你怎么逗姥爷开心？他有外号吗？有，他有什么外号？他叫李爱困，他来俺家就爱睡觉，爱掐脖子。脖子掐红了。那他为什么爱掐脖子呢？因为他想自己去救火。去火就掐脖子呀？对呀、啊、那不掐红了？那掐红了，他掐完也给我掐一下，也给你去救火呀。你说这个话题是不是让我生气？他掐你脖子让你生气，他是想给你去救火吗？疼不？不疼，但是他给我掐脖子，他就得拿手给我使劲掐，掐红，掐红才能去火是吧？对。哦，那你给你姥姥有什么起过什么外号没？起过，他叫吴劳模。姥姥啊，他是劳模啊，他老干活是吗？对呀、啊。怎么讲呢？他有时候来俺家就爱干活，洗洗碗。然后呢，我有时候说他，你歇一会儿吧，干活多累呀。你就这么跟他说话呀？对呀。干活多累呀，你歇会儿吧。他不心疼你妈吗？你妈呢？我妈叫画朵，她叫李永画。多李
种话。他说什么呢？他为什么老爱说话？他有时候生气就把我玩具撇了。撇你玩具是吧？对。那为什么撇你玩具呢？因为我有时候玩完玩具不收起来，就搁那儿一直放。那你为什么不收起来呢？玩完玩具呢？玩完玩具再收起来再拿，多麻烦呢！你说这事儿要不怎么弄？哎呀，那你睡觉还得起来，你还得睡觉，你还得起来，你多累呀、啊！你干嘛还睡觉呢？你吃了饭还得去厕所，去完厕所还得吃饭，你多累呢？你干嘛还吃饭呢？因为你要给我饿死了。有卫生的习惯好嘛，是不是？那接下来说说谁，还给谁取过外号？我给我爸爸。爸爸起的叫多吃胖。他很胖吗？他胖。他为什么胖呢？因为他回来的晚，也不哄我小妹儿，然后也玩游戏，也让我罚站。他还给你罚站？你那么可爱，他怎么舍得让你罚站？因为我晚上不睡觉啊。那你去站，去外面站着吧。那他不睡觉，凭啥让我睡觉啊？他不睡觉让，对呀，他不睡觉让我睡觉干什么呀？这事儿也得以身作则嘛，卢琴老师。没错。啊，这事儿。对。小孩就是看着父母的脊背长大的，就是他的所有的言行都是跟父母学来的，所以你如果让他按时睡觉，他应该知道他几点钟要睡觉。很多人为了配合孩子睡觉，那时候都睡觉，等孩子睡着了再起来。您说的有道理，我现在也想，如果我跟孩子躺一块儿，我说宝贝儿你赶快睡觉，然后我这一边玩着手机，他肯定不干呀，说。你凭啥要我睡觉啊？你还玩手机啊？对呀、啊，是啊，你说的有道理，真的。那你小妹妹也是这样吗？对呀。你小妹妹有外号吗？有。你啊，她多大了？她现在都两个半月了。两个半月。她还会唠嗑呢。两个半月就会唠嗑了？你确定她是两个半月吗？你怎么跟她唠嗑呢？我就说话，他现在他都认识黑白了。哦，已经认识黑白色了。嘿呦，了不得了！你哄他睡觉吗？我给他唱摇篮曲哄他，他不睡觉。他说给他唱摇篮曲。他两个半月的孩子说：“姐姐你不睡，你凭啥要我睡？”你给他唱摇篮曲啊？你给他唱什么摇篮曲呢？我就这样唱：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小妹妹，睡在梦中，姐姐在这儿呢，睡在梦中，睡呀睡在梦中，就这样。他睡着了吗？他能睡着吗？你确定你唱完了他睡着了吗？其实他哭得更厉害。你太逗了，你太逗了。哎，贺强，你的孩子多大了？孩子已经12了。你不用唱摇篮曲了是吧？他小时候我唱的，小时候唱九妹嘛。对，他睡着的时候你会唱什么呢？九妹，漂亮的妹。睡着了。是个男孩吗？女孩。哦，女孩。哦，早上起来就要这样快板的。九妹，漂亮的妹妹，九妹，我就睁眼了。真的。我小妹妹也是女孩。你小妹妹也是个女孩是不是？我你们家太幸福了，俩大美女。真的，那你爸是不是最幸福的人？不是。你爸不是最幸福的人。他跟我妈
小妹妹一半的，我爸爸是跟他同事一半的。就是说你跟你妈和你妹妹是一伙的，是这意思吗？对。然后你爸跟他同事是一伙的。对。这爸爸啊，那他的外号叫什么来着？他的外号叫多吃多胖。多吃多胖，有请多吃多胖的老爸登场。这也姐顶多算个壮士，这哪是多吃多胖啊？那他肚子不胖吗？别拍别拍别拍，露气。我这刚才听你说我半天坏话的，怎么我怎么一点优点没有？我这还给我还把家底儿还给接下来了啊？这就是爸爸哈。对，然后那个您在孩子心中太高大上了，您。哎呀，其实还是腻乎的。对，是不？还是跟我好是吧？但他刚才已经跟我们说了，他跟妹妹跟妈是一伙的，你跟你同事是一伙的。你怎么老接底儿呢？你爸爸有什么优点没？你跟我说说。我有优点呗。你跟我说说你爸有啥优点？天天领我撸串。哎呦我的妈！我就这优点呢，就天天就带你吃了，完没有别的优点了吗？没有啊。完了，你就这句话让你说的，我觉得没有优点是吧？对。那你看看台下这个两位爷爷和一个叔叔，你看看，你看他们谁觉得行，要不然你上他家当闺女去吧，给你个机会。贺翔，你们家一闺女12岁了，因为她到我们家应该是最合适的，因为我的女儿。我最喜欢你了，知道吗？哎呀，我知道啊，我跟你讲，我太知道了，因为我天天唱我女儿跟她小时候是一样的，就是话痨。你到了叔叔家呀，你这个新爸爸也跟你一样话痨，因为我也是话痨，知道吗？对呀，我还能跟你一块唱歌，一块跳舞，咱俩一块跑调，多好呀！哎，对不对？我看你挺喜欢他的，要不然今天晚上去他家过行不？行吗？这就凑合地儿了吧？去他，你想在哪儿凑合地儿啊？在谁家凑合地儿啊？哎呀，还是逆着吧，是不？那我怎么就一点优点就没有了吗？那你说你哪回上台演节目，不都是我给你当助演啥的吗？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对对对对，我看见过。那你还有一词忘词儿了，你说你的智商，你说你大家都不是看着你，就全都看着你，然后你好好忘词儿了，你是不是有点？不是忘词这事儿，咱们搁家都说好不说了吗？怎么又提上了呢？我还真看见过你忘词了。你不觉得他们忘词儿那段是你们这个整个小品里面最大的包袱吗？知道吗？知道。你是不是得谢谢爸爸呀？对呀，喜忧参半是吧？哎，给你个红笑脸，我把我嘴唇都。哎呀，这就是咱家的超级快乐的小萌宝，而且他刚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最大的能耐就是逗大家高兴，是不是？有你在，大家都开心嘛，这是最大的能耐了，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小不点儿大萌。哎呀，下班回家真高兴啊！哎呀，钥匙忘带了，还好姑娘在家。哎，正好趁这个机会啊，考验考验我姑娘给不给陌生人开门。叮咚，来啦！哎呀，这傻姑娘还没问是谁呢，就来给开门来了，快开门呐！哎，等等，我妈。说了陌生人敲门不能开，你谁呀？我那个查水表的。你可别费那事儿了，咱家停水都两
两个月了，洗头都是干洗的，吃面条都是干吃的。哎呦我的妈呀，听得我都噎的啊。嗯，那什么，你听错了，我是查电表的。你查去吧，电表没砸俺家，在安全通道里，你省着不用进屋了。哎呀，你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电表搁外面呢。哎，那什么，我说错了，我是送餐的。叔叔，你又是擦水表的，你又是擦电表的，你又是送餐的，你一个人有三份工作呀？哎呀，生活是如此艰难呐！哎呀，可不是嘛，我那什么，我是真是送餐的，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冰激凌啊，你快开门吧，再不开门呐，那冰激凌可就化了。真的啊？我妈也不让我吃冰激凌啊。啊，不让你吃冰激凌啊？那我这还有别的好吃的呢。啥好吃的呀？还有糖啊。啥糖啊？哎呀，糖可多了。有水果糖、花生糖、巧克力糖、棉花糖、棒棒糖，还有你最爱吃的跳跳糖，怎么样？开门吧！我听着牙都疼，我吃完这些糖不会得糖尿病吗？那你想吃点啥？我爱撸串有没？哎呀，烤串啊，有啊，你想吃啥呀？你有大饺子没？大饺子有。是肥的吧？哎呀，必须的，滋滋冒油啊！得了，我还是不吃了，我最近想减肥，还是明天再吃。哎呀，减肥也不差这一天，你快给我开门吧。让我开门？拉倒吧，我也不是三岁半小孩，我现在已经四岁了。哎呀，姑娘啊，你这太棒了，爸爸呀，刚才那是考验你的。你没给陌生人开门，今天呢爸爸没带钥匙，快把门给爸爸开开啊。你还真是我爸爸的声音，你还真是我爸爸的声音。哦，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了。啊，我是干啥的啊？玩魔法秀的，模仿我爸的。玩什么模仿秀？我就是你爸呀。那你让我怎么说你才能给我开开门呢？只有一种办法。哎呀，早说呀，对暗号，这我知道。你先来吧。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知道，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对不对？不对。啊，不对。应该这样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瓜子儿得吐瓜子儿皮儿。这谁教你的呀？我姥爷呗，我姥爷说吃点。吃瓜子皮儿卡嗓子，得吐出来。哎呀，行了，那我知道了，是这样式的吧？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瓜子得吐瓜子皮儿。哎，我这回说对了吧？快给我开门吧。刚才那号都告诉你了，你这复读机啊！哎呀，快给我开门，再不开门我生气了啊！你快点走，不然我叫人了啊！叫人？什么模仿你爸呀？我就是你爸，你快给我开门！开门！开门！不开！开门！不开！哎，你好！哎，同志，您在这干嘛呢？我这是我家呀。这是你家吗？啊，是啊。刚才有一个小孩给我们物业打电话，说有一个人在他门口装他爸的模仿秀。哎呀，我没模仿啊，我真是他爸呀，我真是啊。你怎么证明是他爸的？我现在暂时证明不了。这样吧，咱们去楼下聊一聊。我们楼下正好有一个派出所，给您沏杯茶。您跟警察说，行吗？您跟我走。您跟我姑娘啊，我姑娘，你可真行啊你。小样，你就你的智商。Yo, come on.
还给你，这是你亲爹不？对，是亲爹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完事下吃瓜子要吐瓜子皮儿啊，是不？对呀、啊。你怎么这么棒啊？这个孩子没有任何表演的痕迹，就是他。哎，这孩子太可爱了。他这个前面唱的虽然不在调上，但是非常可爱。但是我最高兴就最后在调上了，最后这段唱全在调上，是吗？回来了，而且他嗓子非常好。将来我希望你能够当个歌剧演员，我来培养你，我给你上课，怎么样？嗓子非常好，啊，不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儿大能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不点儿。帅，太帅了，那种劲儿真的高贵高贵。来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我们这三个可爱的孩子，来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苏海巴，我今年七岁半了。你来自哪里？我来自乌鲁木齐。你来自乌鲁木齐？我在乌鲁木齐有很多好朋友。你跟麦提也是来自于乌鲁木齐，来吧，我们认识一下。大家好，我们来自乌鲁木齐 Reading Game TikTok 天团，我叫孤立自巴，今年11岁。哦，11岁，你呢？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乃菲萨，我今年11岁。十一岁，七岁，你们这是一个团队，就你们三个人吗？我们班一共。我们俱乐部有很多人，这次来了七个，这次就来了七个，大约年龄是几岁到几岁，宝贝？基本就是7到12岁。哇，真棒！你们，你学了几年了？我学2年。你学2年，你就有这种范儿了，特别棒。你呢？我学踢踏舞快2年了，也是快2年。你呢？差不多2年，都差不多2年。其实同伴都差不多一起开始学习，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特别觉得谁跳得最好？有没有？喜欢你们这样子，对自己都充满了自信，是不是？哎，我能问一下，你们每个人有什么特长吗？学了2年的时间当中，特长是腿特长。跳动作的时候，我的声音大，他的脚很有力的。哦，他的脚很有力。对，我看看你能出多大的声音，好不好？好，你自己先来一个，好不好？好，你先来。好棒啊！人小但是脚很有力。你的特长是什么，好孩子？老师每次教我们新动作的时候，我非常快的记下来。哦，你非常快的记下来，你记性特别好。哦，这个很难得哦。你呢？我就是我脚的交换的位置很好。哦，脚步的交换位置很好。那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孩子，他是脚步的有力，他是那个前后的那个快速，你是什么？我也要跳，跟他一样，差不多，是不是？来，我们试试看。
漂亮，你真的让我想起那个骏马，骏马那个腿的那种修长，漂亮极了。啊，你介意让我看看你们的鞋吗？可以吗？哦，这是铁吗？不是。这是什么？是玻璃钢。哦，这是玻璃钢啊！天哪，前面和后面都粘了一块玻璃钢，这样它击打地面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很清脆的声音。你能告诉我这个鞋有多重吗？重吗？就是重，就是沉。就是等为两块钢铁粘在鞋上的感觉，是不是？是。啊，那练的话会不会磨脚？我们脚上都磨出过水泡，尤其有这种脚尖站立的动作。这不是跟芭蕾一样吗？啊，对。但是芭蕾前面有一块那个平的东西嘛，它就可以站起来。但你这个上面没有啊？哦，也有，但是面积好小。你看，给一个特写。哦，原来这是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你看，每个就可以垫起来。你就比如它会用在什么舞蹈动作里面呢？哦，我觉得学艺术无论是哪个门类都真的非常的辛苦，甚至要经过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看孩子们训练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喊什么？那他就是生气了。他生气了，他为什么要生气？错动作。为什么你错了？错了，他是这么说吧？对。哦，我的天哪！你们老师好凶啊！我们老师是史上最严厉的老师。史上最严厉的吗？真的，我看看什么样严厉的老师能够带出那么棒的学生。来，让我们有请史上最严厉的老师。老师好，老师好帅呀！啊，欢迎你，来来来，孩子们坐中间。你知道你出来之前孩子们怎么介绍你吗？肯定说很凶吧。你谁说的？我说的。没有，只是在上课的时候。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是吗？来，老师跟我们认识一下，您叫？我叫玉素普江，很高兴来到这里，很高兴见到你。我能偷偷问一句吗？孩子们，你们谁最怕他？为什么？为什么你最怕老师？有没有被他骂哭过？他没有，你哭过吗？哭过，为什么哭？他的优点是比较学动作比较慢，可是他一旦学会了，是你刚才看到他跳得很棒，非常棒。然后他有时候在班里面，我说你记住没有？尴尬。你记住没有？一直会这样子。那叫萌。老师真的是挺严厉的。对对对。你的学生拿到过什么成绩？我能问问吗？拿到过。2004-2005年，我们在中国参加过就是首届体操大赛，那时候我们拿了2次冠军。然后2016年，在香港举办的就是国际爱尔兰体操世界大赛中，
有我们一个7岁的一个小姑娘拿到了世界第二。哎呀，严师高徒。那刚才孩子们都说从去您那儿之前没有学过舞蹈，对对对，是零基础。对对对，我也是零基础。您看，如果是我这样的笨学生的话，您多长时间能把我教出来？试一下吧。老师，我真的很笨的。没事儿。而且你一骂我，我就会哭的。没事儿，你会习惯的。我会习惯的。你们都习惯了是吗？我们都习惯了。老师啊，你一骂我，我会哭的。啊，那我温柔一点上课。对，就是您最温柔的状态就可以啊。老师好。哎，你好。先从站。对，不许笑。不许笑。放松就 OK。一点点，一点点就 OK。哎，你不要跟我挑眉毛，老师你在逗我。预备，刚才那个动作学会了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出去。你真的是这样的吗？你真的是这样的吗？对对对。为什么不会？出去。我的天哪。出去以后就会。5分钟以后他就会了，就回来了。出去站5分钟，然后想想为什么不会，然后再回来。他在门口那儿就会，就会哭，就会练。对对对。是吗？哦，卢琴老师，救命啊！救命啊！我可能救不了你了。严师出高徒。哎，您赞成吗？我赞成。你赞成吗？我以为你会劝解我一下。我赞成，训练就得这样。真的啊。不吃苦，嘻嘻哈哈的，绝不严格，绝对练不出好的这个功夫来。对对对。啊，老师，我突然觉得你在我心里真正帅了。老师今天没有穿舞鞋，是不打算在我们面前跳一段吗？跳一段吗？你那么一说，我好想看到老师的舞步，想不想？我好想。老师跳舞起来好帅，是不是？是。我们也想成为像老师这样棒棒的舞者，对不对？对。所以吃再多苦，脚上磨出再多的血泡，我们也忍着。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些小不点儿，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大能耐。准备好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吗？来吧。准备好了。来，小不点儿，大能耐，加油，棒棒的。
太棒了，孩子们，孩子们，这都是我们同班的同学是吗？哎呀，太漂亮了，真棒！啊，怎么样？你看欣赏成这个样子，贺翔。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再过几年，如果他们再次到咱们演播室的时候，那我们将看到一个具有世界级水平的踢踏队，踢踏队绝对的。我绝对相信，我绝对。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美丽的姑娘们。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不点儿闪亮登场，欢迎你。好有气势，欢迎你。你好，你好，我们认识一下吧。你这是打台球？对，这是我专用杆。你的专用杆？我们都有专用杆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广德，我今年七岁了。七岁，还有专用杆，你有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吗？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世界冠军。这个孩子到底是谁？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厉害不厉害？我觉得这个是孩子小时候一路打台球打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画面。我们现场来来，难度高的好不好？好，好，来，爸爸马球。这是我们新练的一项技术哈，这个是怎么一个展示呢？你跟我先说说。你击打白球。击打白球，打到硬币，跳起来掉杯子里。哦，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好，来，背，开始。能不能再增加点难度，孩子？还能。还能？你需要什么吗？你需要什么，我们给提供什么。需要一个小女孩配合。你需要个人是吗？你看我行吗？啊，那你也岁数太大了吧？你有看？哎呦，这孩子四岁我就认识他。哎呀，没想到，那你要个小女孩是吗？比你小的是不？来，我们的小山竹。多可爱！手放在膝盖上，好的，他不会碰到你的。你看着啊，你看着。小哥哥可厉害了，啊，只要不打到他，你打到什么都没事儿啊。来吧，来，开始。真棒，给哥哥一个大大的赞，你真棒。来来，你真棒。哎，你真棒。哥哥棒不棒？棒。你怕不怕？怕。你怕呀？我怕跳下去。什么？我怕掉地下去。你怕掉地下去哈？没关系，我在后面护着你啊。你再来一个，你再来一个什么其他的。你先告诉我一下，你准备怎么打？就是打这个白球，把这个球打进入袋。什么？你听明白了吗？宝贝儿，你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你不害怕，我好害怕。需不需要我拉绳吧？但是你看着我。
看着你，我看着你，你特别像一个美声演员啊。三、二、一，开始。你说谢谢妹妹，谢谢妹妹，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哥哥好棒，他棒死了，他棒死了，真的是哈。好的好的，去找爸爸吧。你真勇敢，你也好棒，你棒，你棒极了你。哎，你真的挺牛的。哎，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让大家再来一个惊喜，好不好？好，来一起说，小不点儿。大能耐，接下来就到了这个孩子小不点大能耐的展示了。总共有三轮，难度是逐一增加。第一轮，看我们这个台型很特别，你能告诉我这一轮你准备怎么打？你的线路是什么？从这儿要翻过，把这个架杆撞的，然后球进这边，球进那个袋。哦，真的是一个花式台球的感觉。来吧，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我觉得整个线路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淡定，但内行人一定看得出来，它的精准度得非常的高，点赞。第二轮准备，我们看到台球桌上现在摆满了塑料的透明杯子，大约有六七十个。现在白球的位置在这边，对，要顺着这样的线路归球。但是如果你碰到任何一个杯子，就算失败，是吗？对。好，来，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小不点大能耐，第三轮是不是难度最高的一轮？对，来，请准备，来，小不点大能耐的第三轮，跟我们说说你的线路如何击打。整个我们现在在台球桌上落起了一个14层的球塔。这个就是击打白球，把红球打进入袋，白球还顶在这儿。如果有偏差的话，这个球塔会瞬间坍塌，是这个意思吗？对。好的，请准备，三、二、一，开始。因为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看着这个球塔一层一层搭上来的，但是电视机前也说不定有人会怀疑，这是粘在上面的一个玩具啊，会不会？No， 我打扫给你看看，可以吗？可以、啊。来，哎，等会儿啊！好的，你看，只要稍微差一点点，那整个球塔就会坍塌，特别棒，好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小不点大能耐。杨老师很安静地看完了整个的过程，您觉得怎么样？看了以后很振奋，我就感觉我看到一个世界冠军的影子在我跟前，我真的感觉他非常有希望。谢谢老师。这么小的孩子7岁啊，就打得这么好，虽然类似的表演我也看过，不过都是成人，作为7岁的孩子能打成这样，已经非常非常精彩了。所以你是名副其实的小不点儿大能耐。有请各位小不点儿再次登场，有请孩子们。有请我们的各位嘉宾登场，送上我们的心意。小不点儿大能耐。